七个李总竟然去爱着林美金，这实在是……你创啥啦？我袂爽啦！啊，搁有啊，我问你啊，今仔是去开会呢，你无代无志穿安尼要创啊？我穿安尼，敢有啥物对？当然嘛唔对啊！无代志穿啊这么水，啊，搁有啦，你这目睭吼，画甲敢那有共款啊！啊，搁有你的裙啦，搁遮尔短，啊，搁有你的鼻仔啦。郑群义，你这是欠打是嘛？我的目睭自咱实习开始就是生到遮尔大蕊啦，我的鼻仔嘛同款，啊，我生会阁安怎？我看你也无啉酒啊，你来讲话爱奇奇怪怪啊。哇，今麦就是要去啉酒的啦，搞我数袂爽来发出来啦。奇笑，我看你哦、喔，是去学迄李总武甲奇笑啊。冲啥啦？志群义，你放手啦！你到底要讲啥啦？我阁有代志，我要倒去公司啦。我不爱啦，我不爱倒去公司啦。李欣，我问你，你即马敢有男朋友？你真正足好笑的呢！你拄则嫌我的目睭安怎，皮安怎，我的衫阁安怎？啊，即马阁问我敢有男朋友？你是足久无去外口拍，你怀念我的拳头舞是毋？卡叔讲时间内当倒转去，那安尼我问你，咱敢阁有可能？你莫戆戆徛伫遐看我，敢若破死人共款啊！我问你，咱敢阁有机会啊？你讲咧？别人是把婚姻当作是一世人的大代志，啊，不过咱两个算是当作在佚佗。啊，即马算也算了啊。你讲问我讲，咱两个敢有机会？你敢知影这代表什么意思？就代表甲较早同款啊，阁继续做伙啊。可能是因为最近就专心伫咧做新娘衫，这让我重新去体会到婚姻这件代志。是有外年啊，无简单，外年啊，珍贵。安怎讲？做新娘衫，甲结婚是同款的，爱先画好设计图，然后照新娘的身形甲寸尺，开始拍板做胚衣。胚衣做好啊，还袂当先提起来，爱先试穿，确定所有的角度是毋是拢算较准准。这都亲像是咱咧选另外一半同款，爱看好详细，嘛爱知影讲双方的家长是毋是拢欢喜祝福，等一切拢条件好啊，才会当固定落来。啊，不过这干那是甲大家拢安排好势尔，刷落来就要开始用布料为这段婚姻加上幸福的模样。所以我开始搭花啊、天珠啊，一针一线，豆豆啊做，针针拢是爱，线线拢是付出。这个过程虽然是足辛苦的，啊，不过煞有足侪期待。我的期待讲，看到新娘啊穿着这个衫，啊，有一个幸福的表情。啊，不过嘛，可能亲像我同款，第一届啥物拢唔捌，啊，就含慢的处理布料，啊，是讲放一挂无适合的花草伫个顶冠，然后就爱家己干着目屎，忍着疼，甲这段时间所有的付出，拢总淡忘掉，重新来过，迄是因为我知影讲。这个过程若是有任何的错误，拢会让新娘穿起来感觉无舒适，也是无快乐。但是你敢知影，就算无一件真水的新娘衫，啊，不过只要两个人有爱，所有难关拢会当同齐走过。只要两个人有爱。经过失去心累疼了后，
我承认，我着亲像大家讲的共款，我神经足侪。不过你嘞，你敢有因为心内的事来去体会着啥？我感觉你是无啦。你爱知影，毋是干那用嘴讲讲的，所有的代志都会当解决啦。有一件代志，我一直袂记哩，甲你讲。生新的迄个时阵，我有做一个眠梦，有一个人要甲新的抱走，伊讲咱根本就无法度照顾新的。迄个时阵我毋知伊咧讲啥，毋过即摆我知影，这就是命运啦。我是毋知影什么是命。我敢那知影哦，迄个东西若是照伊迄领外套无去砍着新的，咱搁甲较早共款，继续搁做伙啦。是啦，你讲的无唔对。安尼，你就会当甲较早共款，继续做你的大少爷，我嘛继续做我的大小姐。两个人亲像较早共款，逐工吵吵闹闹过日子。过新的死啊，颠倒是互咱做爸母的拢较醒啊。我想，这就是伊成就爸母的意义啦。卡叔讲要用新的死来换咱的心中，那呢我甘愿啦，甲卡早同款。所以这就是你的体会。那呢新的死对你来讲，根本都无任何意义。笑的月亮，照一下前方。